出发喽！还没有上山，我就听到老鹰的叫声了，好棒哦！好期待哦，好久没有享受这样的森林浴了，期待喽，拜拜！才刚爬就好喘哦，都是这样的陡坡。你看哦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都是上坡呢。十分钟的大斜坡之后，现在的路非常的平坦哦，跟石门山很像。好了，继续走。你看看啊，远远的，这就是油桐花，美吧？这是什么溪啊？这不是大汉溪了吧？大汉溪吗？哇，这也是大汉溪耶！这今天我们的队友偷偷录影，有些人不想上镜头。哦，中立，这里如果天气好可以看到101吧。哦，哇，哦，哦，哇，这还有一个五星级的，啊，这叫做什么？五福亭，标高296，五分山，这是今天的领队里有大哥。来来来，里有大哥挥挥手，我只是录影哦，我只是录影哦，录影五十分钟，还有阿布呀，好可爱哦。好，像现在4月中旬，油桐花都开了，下面仍旧是大汉溪，所以跟石门山看到的大汉石门水库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今天的队友，中间的是六大哥领队，还有今天的阿布以及多多。Hello， 多多打招呼，多多打招呼，哎，嘿，嘿，嘿，拜拜。从刚刚的大上坡平坦的路景观台之后呢，现在是大下坡，真的有爬山的感觉咯，不是步道了。哇，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下。哇，咦，你看哦，这是一个大下坡，大家慢慢走。下来之后，哇，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路哦，很棒。然后来，我给他看一下，记录一下，这边写鸳山纵走。哦，好，继续咯。有这样子原始的，手扶着这个，横着走，横着走。哇，这个步道有这样的木桥，竹子做的桥，真是太佛心的嘞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都走这样子的林荫竹林步道，阳光洒下来很美。听说雪藤花快到了，拭目以待。我们走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吧，然后这就是雪藤，现在啊，这雪藤的一个，我们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，看到雪藤花，目前只看到藤，还没看到花。往我的目的地前进。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大家一起喊，来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好，1、2、3，哇！哇，这就是雪藤花。等一下，你说种子在哪里？没有啊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地上的事啊。
要找要找一下。对，对啊，上面。哇，好美哦！这么壮丽。那边有种子啊。什么叫种子？上面。把它手机拿出来。因为有一点点卸掉，不过有一颗黑黑的，像豆子，像皇帝豆，黑色这么大一颗，掉在地上。我们要拨一下，要找一下。现在刚开完花，那个吃啊，上面啊，哟，上面那里，好好好，有有有，好，让我拉近一点。你要往这个还没开。哎哎，对，看到没？血藤花。呀，血藤它有医疗上面的作用，好像是血液循环非常好。的领队Leo大哥 ，Hello Hello， 我们现在到了目的地血藤花，接下来往下走是到哪儿呢？我们现在走会到那个雾都姑山，还要搭25分钟。那可以去吗？领队，领队的感觉呢？体力够的话可以往前走，不行的话就回头。哦，那我们就看看征询队友的利剑哦。谢谢Leo大哥，我现在要运过来，好，不要拍到有些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血藤花。啊，这边。很棒哦。Hello， Hello， Hello。这是可爱的，阿布伊，把包拿出来。阿布伊，他好乖哦，他刚刚还偷偷亲我。因为你是阿布伊，我就给你一颗就好。阿布伊，我就给你妈九颗。阿布伊，可爱耶，他比我们还会爬。你是哪位？你快点当网红，你妈要不要往前走20分？乌涂山。你们今天20分啊？走下去多久？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我们那个方向就是血藤哦。血藤在那个药草学来讲，它是什么？让你的血液循环非常好的吧？这整个都是血藤。哇，上面也是开了好串。你看，看不到了。啊？你没有肖像权哈、哦，我拍你的背影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要往回走咯，因为听说前面是到乌涂库山，那大概还有20-30分钟，但是是非常的陡峭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折返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折返，从我回到我们刚刚停车的地方咯。然后今天这样子的路途大概一个小时吧。嘿，这就是血藤，对，那个其实它都是一种药材啦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没人没人，哎，好好好好好 ，OK， 我们打道回府。开始了，我们为了开始。阿慧敏做的那个，哎，阿慧，你把你的账号给我，快给我，我要找你，我自己做红包。现在前面到后面，会那个，后面要跑，前面也会跑出来嘛。哇，下面是溪水耶！我们在这边吃午餐、聊天、泡咖啡，好开心哦！今天阳光很充足，风微微的吹，好舒服哦。远远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板心水库。